被電車撞倒，捲入車底。意外之後，電車司機在場協助警員調查。一個72歲女人上晝喺北角英皇道炮台山港鐵站附近過馬路，被一架往中環方向嘅電車撞倒，捲入車底，拖行10幾米。司機落車報警，消防員到場將女人救出，送往瑪麗醫院治理。